身是零五的，他们就跟他跳，然后面一个一个挨着他，他都学了，跳不来。哎，曲墩儿，曲墩儿，第一次，这儿才来，刚刚看，那边没跳了吗？那边没跳。啊。啊，这边啊。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会儿。这曲墩儿，啊。前几天呢，回家挖虫草去了，有点好吃。这两个是耍的最好的，拉柱和曲墩儿，还有雍正的，三个人。
别喊了你们。
还最后天了，明天天就没得了，好要上学了。啊，我那天从毕业回去都两点过。两点钟，凌晨两点钟。啊，昨天也是。三又到酒吧下，耍得两点多。他除了去这儿耍什么了？两个。下次去的呀。那个四川有个徐州的。我想想，你去哪了？徐州，这个是徐州吗？这个是徐州。徐州吗？嗯。还有一条小龙，小龙。小龙，我晓得。徐州在读书的嘛？读书的嘛？小龙一个。小龙。好像都是马上飞，明年最后一天你就走了。就是小罗那天来了，前两天来的。但我不去了，他在右边。这几分钟了。来。那边的老婆，这边的新工，这边的新工，我们那边的老婆。欢迎大家冰顶整，冰顶整，欢迎。这个是很熟悉，很熟悉我们那个，有陈林那个，他知道，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知道。每天哪些人要来啊，他都知道；哪些不会来，冬季老师来不了，他都知道。新的那个麦克风，以前是机身的，机身自带的 ，A 一带的，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好多网友说这个应该加强那个声音效果。今天昨天他穿的另外一个裙子，今天穿那个。麦克风，麦克风啊！对，有拖档的结果，对，有点拖档的。
衣，穿的是粉红色的。有有不那个，不是啊。哦，这个是有的。这个，我随便吃。好、哦，今天 I forget 这个 radio， 我是真的没有吃。Only iPhone 44 Now my camera is iPhone 2 and I forget 就是跟旁边工作有关的这个小徐学舞蹈专古典舞的学古典舞的每次带可照他说你学校同学看得不好带可照还是很憋住跟着拉出干嘛都憋住